来一个家常菜，排骨冻粉条。最好这一口了，大排骨。四川这边的排骨好吃，都是那种家养的猪。有没有喜欢跟我一样喜欢吃猪肉炖粉条的，或者是排骨炖粉条？再来这一个脱骨的，6点钟直播啊，侄子终于出狗笼子了。6点钟，速来速来。一个视频录一盆油面包，真香。再来一块。皮啊，特别特别的有食欲。贼拉拉的冒毒。这个皮有点焦了，我给它的皮给它去一下，有点焦了。
还有一块。这一块的话，一口焖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双击啊，一口焖。老婆饺，网红老婆饺，拉丝一口一个。哇塞，这个黄好肥呀、啊！给你们挖一个带黄的啊，哇塞，待会儿这个黄一个个都得给它敲开，里面满满的都是黄啊，炸鸡吃到爽是什么体验？快吃大肠头。空心无油的。可以拉丝的。
快上。